6月28日，何润东、佘诗曼、张卫健、侧田、王心如 AK 组合齐聚上海，为某互动网站的内地启动仪式展台宣传。当天刚从片场赶来的张卫健依旧是光头造型，一身白色西服也让他成功在一片黑色中博得关注。而佘诗曼的黑白色连衣裙搭配脚上的黑白色松糕鞋，显得时尚感十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传出有地下女友的何润东，无疑是全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现年36岁的何润东拍戏时时常与女主角传出绯闻，不过都没能开花结果。自称谈过4次恋爱的他表示，至今已经单身一段时间了。但台湾媒体此前却爆出，其实何润东早在2009年就被爆出神似关之琳的女友 Peggy， 至今仍痴心守候他，甘愿当地下情人。对此，何润东当即就做出了澄清。其实我觉得，在很多有时候媒体报道啊，其实我觉得都有时候会有一点夸大，然后有时候是一些猜测了。对，那其实他们说的这个女性友人呢，是我朋友，然后呢，这个也是，好多年前大家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呢拍到的一个照片。那其实我觉得，感情这个事情呢，可能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去投入太多的时间，因为现在其实还是忙于工作，对，然后，可能以后吧。那就算以后有感情的事情，我觉得还是保留给自己知道就好。众所周知，何润东的家人对 Peter 的婚事非常着急。对此，何润东表示，其实自己一直都希望可以在40岁前娶到老婆，从未改变。虽然还没有娶妻生子，不过从何润东的言语间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喜欢小朋友的 Peter 显然已经做好了成家的准备。希望不要改变了，对啊，再改变我就不知道几岁才能结婚了。因为其实年纪也慢慢大，也慢慢开始要逼近40岁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也差不多。我觉得也希望说跟自己的小孩那个年纪差距不要太大，对，以后可以教他打篮球啊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如果是女儿的话，以后他初恋男朋友啊，然后如果欺负他，至少我这个爸爸还没有太老，还可以帮他出一口气这样子。